3月30日，心灵在生下二胎后首次在社交网站晒出近况。照片中，心灵身穿波点睡衣，一头短发，造型清爽。她侧身躺在沙发上，怀里刚出生的宝宝正在熟睡，露出了背影，而宝宝的脚边还躺着家里的宠物猫。谢依霖发文表示，三个比可爱，画面十分温馨。据悉，谢依霖于2018年3月结婚，同年11月一胎生女，2019年10月宣布怀二胎。据悉，3月27日晚，她晒出夫妻二人抱着新生婴儿一同沐浴的照片，并发文分享生二胎喜讯。